人很难接受生活没有意义的事实，这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而大卫林奇打破了这个真理，在他的第一部电影《橡皮头》中，他就不以取悦我们的秩序来组织作品，开发出一种服务于自己想法的表现模式。他的设计初看是合理的，却在吸引我们之后开始颠覆，最终制造出一种混乱和诡异。想象一下，用写实人物去完成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在林奇这里，这似乎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I'm thinking, or rather wondering, what the number of the day will be. 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卫林奇一本正经地经营自己的频道，其中最受追捧的系列是 What's the number today? 林奇每天会从一个底部涂黑的罐子中随机抽取一个乒乓球，然后显示给我们看。总有人会问这是为了什么，但这似乎违背了林奇的目的。我想这视频也给了我们一些了解林奇电影的线索，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些铺垫。许多人对林奇电影一开始的印象，就像是有人看到林奇带着奶牛在好莱坞的街头一样。What the fuck is David Lynch doing? 即使看到海报上的没有奶酪就没有内陆帝国，也很难把这画面与为 Laura 做宣传联系起来，这如同描绘他电影背后的意义一样困难。你会不可避免地用到也许、可能和大概这类词，而这种模糊感成为了概括他电影的核心特质。林奇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更成为了一个有文化指向的形容词 Lynch。 如果你需要向别人解释 Lynch 的含义，以下任何一个答案都不会错：蓝丝绒和双峰中那些古怪离奇的小镇。妖夜荒踪和穆赫兰道里如鬼魅附身的洛杉矶夜景。我心狂野和史崔特中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女人的红唇，还有丝绸般顺滑的红色木帘。可是隶属这些并不能总结出他电影的格格不入。林奇主义到底是什么？ Now, when people say Lynchian, what do they mean? I haven't got a clue. I think when you're inside of it, you can't see it. Yeah. And, 虽然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yeah. 但林奇主义依然成为了使用最频繁的流行词之一，并在2018年被正式添加到牛津英语词典中。而林奇主义最权威的定义要追溯到1996年的一篇论文，以语言精准著称的作家 David Foster Wallace 写道，林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反讽，是最令人毛骨悚然与世俗日常的结合，以此显示出前者在后者中的永恒存在。 Wallace 的定义指向了表达林奇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任何普通的场景和声音会突然变得有林奇感，像永远处于担惊受怕中闪烁的灯泡，或音轨上突然膨胀起来的高频喧哗声。We got some dancing to do. 有时可能是一种不寻常的中断。I'm sorry, what is that? 或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比起具象的解释，林奇主义更像是一种腔调和难以抑制的情绪体验。你能享受到惊为天人的美丽，还有难以自控的悲伤，同时也必须经受惨不忍睹的恐惧。林奇主义的悖论在于，它极易察觉，却又难以定义。我们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真正知道。这如同放在面前的甜甜圈，如果你不吃，永远不知道它有多美味。林奇希望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甜甜圈上，而不是那个洞上。像林奇主义这样的概念，更像是那个洞。The hole is so deep and so bad, the donut is a beautiful thing. 林奇的电影往往以一种神秘怪异的方式出场，将本当隐藏起来的恐惧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是弗洛伊德口中的鬼魅性。是一种特定的陌生和熟悉的混合，一种掺杂着诡异又或许是熟悉的不安感。林奇最拿手的就是这一类的惊悚，
到笑脸被赋予模棱两可的含义时，积极的情绪和姿态也会突然变得非常险恶。在林奇的电影中，表面下可能隐藏着欺骗，假象下隐藏着危机，有时幽默的乱入会将观众狠狠地调戏一把。这些视觉上不能识别的细节造成了含糊不清，于是真诚和讽刺可以和谐共存，险恶和肤浅可以并置而不互相抵消彼此。 Don't you fucking look at me! 这会让我想起 Francis Bacon 的画作，给人的感觉都是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不安，更具体的说是将精神受到攻击的经验投射到画布和屏幕上，使图像本身就能传达出对观众的一种冲击。而想要营造更强烈的不安感时，林奇往往利用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 I am not an animal. I am a human being. 不自然的语调和音效的牵引下，声音在空气中震荡，并让恐惧侵入一切。林奇电影中对白的语言模式经常是含糊的，他以最纯粹的声音形态呈现语言，而不是从他们中衍生出任何可理解的含义。在林奇的传记作品《他来自异世界》中， Dennis Lim 评论道，林奇和语言之间的纠结关系主要在那个声音上，令人发抖的一路拔高的音调和断续的抑扬顿挫的节奏。这种和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神秘的语句循环往复。这样念经一样的说白无法回答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疑问。而林奇对语言的扭曲、中断和颠倒，暗示着潜在的对语言的恐惧。林奇对语言的反感延伸到了日常的表达中。You have to speak up, Sheriff. Hearing's gone. Long story. 不同于多数导演，对于自己的作品，林奇从不给出任何理由。Would you like to expound on that a little? No. No. So, Blue Velvet was inspired, I believe, by your childhood you were born in Montana, but you spent some of your childhood in Spokane. No, it wasn't inspired by that at all. Okay. 这样的拒绝几乎覆盖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采访，因此他以不愿解释或澄清作品背后的意图而闻名。于是他好像故意准备好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断的重复来应付对方的提问。内陆帝国是一个处于困境之中女人的故事，橡皮头是一个黑暗的让人烦恼的梦。他坦言碰巧看到圣经上的一个句子，便有了橡皮头的灵感，但他又拒绝说明到底是哪一句启发了他。林奇的失语症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解释作品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想象力的削减，更是一种危险。这与文艺评论家 Susan Sontag 的观点一致。在他的反对阐释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反对阐释艺术作品的主张，尤其反对将阐释看作一种翻译。他这样描述道，在艺术领域，阐释指的是从艺术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像 X、Y、Z。阐释的工作实际上变成了翻译的工作。阐释者会说，你没看见 X 其实是或意味着 A， Y 意味着 B， Z 意味着 C。 不计其数的阐释者面对林奇的电影时就是这样做的，将电影中某种具体的事物解释为某种抽象的概念。橡皮头中怪异的婴儿象征着亨利初为人父的恐惧，暖气片中的女士代表着死亡。这套符号学的解释正是 Susan Sontag 观点的完美例证。人们盲目并频繁地对艺术作品进行阐释，试图通过对内容加以阐释以此驯服艺术作品。从6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学者们举起五花八门的放大镜分析林奇的电影，从符号学、语言学到女性主义，从康拉派精神分析到量子力学，
他们从画面、声音的修饰中寻找蛛丝马迹，电影里的明媚和残破通通被拿来大做文章。最差的情况是忽视了文本本身，直接从传统符号体系中生搬硬套出意义。即使是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将电影看作一堆有某种意义元素的拼接。这些阐释抑制了我们感知作品的能力。阐释行为就像是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了城市的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着我们的感受力。因此，林奇不愿意用明确的言语加注到他影片中的任何影像之上，也不肯坦白他对电影中诸多晦涩抽象之处的原本设想。他认为语言是影片的敌人，而他本人的描述是最致命的。If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a sore can be very beautiful, but as soon as you name it, it stops being beautiful to most people. But if you took a picture of it, a close up, and you didn't know exactly what it was,It could be a great beauty of organic phenomena. 这也是林奇之所以对语言如此谨小慎微的原因，因为语言的危险来自于我们将其作为翻译工具时，将一种图像、思想或情感的抽象语言翻译为不允许有任何细微歧义的文字语言，将暗示性的抽象画面简化成一种确定的事物，这也就销毁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A film is sort of like a book, and books get written, and the author maybe passes away, so you can't go talk to them. But, I really believe the film should stand on its own, and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added, nothing subtracted, and you work a long time to make it just so.橡皮头在上映之初曾有篇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只能去体验而无法解释的影片。对林奇来说，这是个完美的回应，因为他歪打正着，最接近他的想法。I always say that human beings are like detectives.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 and what the truth of the thing is. And we see our world and we feel it and we feel there's things going on.而想要更好地感受作品，了解它背后的思维过程是唯一的捷径。虽然痛恨语言，林奇却并非对他的创作过程不置一词。他一再提出了一个近乎神秘主义的看法，认为灵感有自己的生命，独立于艺术家，时刻等待着被人从无尽的苍穹中撷取。If you catch an idea that you love, tha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day.And that idea that you caught might just be a fragment of the whole, whatever it is you're working on. But now you have even more bait. Thinking about that small fragment will bring in more, and they'll come in and they'll hook on, and more come in, and pretty soon you might have a script. 他说过，蓝丝绒的想法最初就是因为一段神秘的音乐。这让他想起了家附近的草坪，薄暮时分街面的暗影，还有一个涂着红唇的姑娘以及一只断耳。林奇的剧本就是由这些不同时间出现的想法碎片组成的，这些概念性的想法之间并无关联，但却有同一个起源，都是由潜意识产生。这也意味着他的想法呈现出片段化，永远不具有一致的规律性，如同有一个人在另一个房间里和一整个拼图在一起，他每一次都只扔过来一小块拼图，所以最初可能非常抽象。你也许喜欢它的颜色或形状，但你却毫无头绪。随着更多的碎片出现，更多的想法被捕捉，你最终看到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看到，林奇的故事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而是情感过程的可视化，不是对真相的捕捉，而是对感知的描述。林奇依靠这些埋在他心里的想法，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并给这个电影世界烙上了模糊的抽象印记。I'm wild at heart. 这个世界在危险中起起落落，这里的生活是热闹的、可怕的、感人的、浪漫的和神秘的大杂烩。在林奇的绘画和动态影像作品中，他一直试图激活我们的内在，就像他经常用鱼来比喻创造性的想法一样。它迫使我们向上游，努力去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他电影的目的是钻到每个人的心里，抓取出每个人独特的东西。My first feature, Eraserhead, I did not know what these things meant to me, you know, really meant. I should know the meaning for me, but when things get abstract, it does me no good to say what it is, you know. It's better, all viewers on the surface were all different. So you do know, for yourself.林奇一直在试图通过作品和行为来表达这个道理。Wishing for a seven, 魔幻猜球游戏进行到40天时，林奇最爱的数字7却从未出现。与此同时，一个名叫 Wise 的评论者会每天发表同样的评论。伙计，如果明天不是7，我就输了。Wise 赢得了一大批的追随者，组成了明天是7的阵营。就这样，一直等到了第41天。Today's number, by golly, today's number, Wes, is 7. 这份突如其来让整个社区兴奋不已，然而 Wes 却再没出现。人们怀疑 Wes 是否真实存在，或者只是林奇的恶作剧，但却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秘密。这是一个有点林奇主义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神秘就隐藏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当一件事未能善始善终，你会一直想着它，而正是曾经不断重复发生过的事情，奠定了事物的力量和含义。林奇总是说，人就像侦探，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线索，有些人想知道，并环顾四周，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并试图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电影中也是如此，林奇通过潜意识的叙事方式，有意地误导着我们的知觉，并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冰山一角，有时答案就在面前，得看你如何寻找。